叫 Rick， HTC 的工业设计师，充满活力、积极，很喜欢参加活动，搞怪、外向，充满想象力。Let me try this. Hit like a movie. Yeah, if you are. Wow. 身为一个科技业工业设计师，必须了解新的产品跟新的技术有什么，他们最重要的技术关键是什么？利用他们这些关键技术，转换成我们下一代的产品，带来给使用者更棒的体验。设计师扮演是一个转译者，或者是传达者。其实设计很多时候是在解决一些问题，从一支小口红到高铁到目前飞机，都是工业设计的范围。这个是叫做 HTC Redepo， 然后这个是 HTC Click， 在这市面上都卖得很好。我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，然后也很喜欢挑战新的东西，有点像奔放或者有点像疯子。我一直希望可以学习新的东西，来让自己觉得我活得开心，我这人生没有白活的感觉。当时我考上留学计划，我爸妈都是很开心的四处宣传。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就是说我让我家人感到骄傲。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C Desire 530，请张仁阳资深设计师上台。